请掀开经本第八页倒数第三行。第八页啊，倒数第三行。譬如虚空具含众相，宇宙境界无所分别。又如虚空普遍一切宇宙过度平等随如，这个一段经文里面世尊用比喻来显示身与意三业。那么这是十种身里面第一种身，清凉大师在这两种比喻里面给我们说了四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含摄，第二个意思无分别，第三个意思是普遍，第四个是遍如。在普遍喻里面，妙观察之无所不知，这个就是普遍的意思。同学们必须要知道，佛在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说我们自己。毗卢遮那如来他的意思，这句话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遍一切处。一切处是指的尽虚空遍法界，实实在在是不思议的境界。怎样才能变？实在说，无有一法不变了。第一个是我们的真心本心变一切处。大概一般学佛的同修对这个都能够接受，真如本性遍一切处啊。而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。佛在楞严会上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说得很清楚，说得很多。清凉大师在这一段里面用相宗的四智来说，智遍一切处，心遍一切处，智遍一切处，
想变一切处，乃至于我们的身也变一切处。啊，这个就是说明理能变一切处，事也能变一切处。这个经称之为不思议解脱境界。前面讲过大圆净智、平等心智，今天接着讲妙观察智。妙观察智无所不知，平等心智是无分别。而妙观察智是有分别，所以它是普遍的意思。前面说过，理智、量智，如理智、如量智，这个是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的。这个妙观察了如量智，而成所作智，成是成就，作是所作的。包括菩萨在九法界里现身说法、生活、教学、戒引一切大众，这个戒引大众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应酬，处世待人接物，成所作智，这四个字意思深了。菩萨接触一切大众，都能令大众开智慧。成是成就，不但成就自己，也成就一切众生。何以？菩萨三业清净，三业都充满了真实智慧，智慧光明遍照一切众生。那么成就所足，这是如随如的意思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智体遍一切处，智慧的作用啊，也遍一切处。那么这是从佛果地上来说的。佛菩萨如是，然后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的心性又何尝不遍一切处？只是佛是智遍，我们是惑遍、迷惑。这个惑就是无明啊，其作用啊就是烦恼啊。我们今天无明跟烦恼遍一切处，
所以生生世世啊，无论在哪里受生，总是不能够脱离苦恼。这个道理我们在华严经上要细心地去体会。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前怎样转变我们的生活行为，转变我们的思想观念，这个在佛法里面通常称之为观行。经论里面用的词句很简单，如果意思要不能够明了，往往我们读诵啊，囫囵吞枣的就混过去了。这样对于我们修学当然得不到利益。观行上乘的功夫，也就是说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，修正我们一切错误的行为，最殊胜的无过于随顺真如，那你的这个功恨呢，跟诸佛菩萨决定相应。华严经经文里头又说啊，如来深境界其量等虚空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明佛的心体等虚空法界，量等虚空法界，作用等虚空法界。一切众生如，而实无所如。这两句话不太好懂。众生如，这个如就是相应的意思，其如也是正的意思。末后一句话了，而实无所如啊，这个讲法跟佛在楞严经上所说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，般若经上我们天天念无智亦无得，智是能如啊，德是所如啊，无智也不得。这些话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，我们要懂得永离一切妄想分别之处。如果你要说我有智，我有德，你错了。
你没如啊，你还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，一切众生如，这个众生是指九法界大心凡夫，大心众生啊，他不是不能如，他能如啊，能如决定没有入的相，决定没有入的念，那你就是真的入了。你还有入的相，还有入的念头，你没入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总原则，我们的修学观行要跟真心相应，真心历念，真心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念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，你没有这些东西啊。佛给我们讲经说法，可以说实在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。真实的境界说不出的，所谓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众生分别执着这个习气太深太深，心里面总是落在一边，凡夫的心执着有啊。佛跟大家说，执着有是错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那虚妄的，好，那有不要了，那又做空了，他总是要有个执着。今天佛在这个经上给你说真如，给你讲自信，你又分别一个真如，又去执着一个真如，这不叫麻烦吗？什么时候啊，你才能真正的觉悟啊？立根，上智之人啊，这立根上智之人呢？他懂得佛的意思，佛所说的这一切法，无非是叫我们与事处世间一切法都不要分别，都不要执着，那就相应了。可是这个地方又有难处，真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，好，我一切不分别，一切都不执着了，还是执着啊，执着一个不分别，我不执着了，他还是执着，这个事情难办了。这就是说明为什么与真如相应呢那么困难，道理就在此地。自己不知不觉了，还是躲在执着里头。我们在此地一定要很细心地去体会。前面说过了，对世尊果地上的境界，佛果的境界，只有虚空啊，跟这个涅槃呢，稍稍能做譬喻，用其他的譬喻都没办法。虚空这个相，我们能够观察到，能够体会到。便如国土，在今天我们看到
太空，许许多多数不清的星球，在佛经里面讲世界，讲国土，国土是佛刹，我们现在讲星球啊，在虚空当中啊，虚空遍如国土啊，国土啊并不遍如虚空啊，有国土的地方当然有虚空，有虚空的地方不一定有国土啊，我们把这个国土换成星球就好懂了啊，有虚空的地方不一定有星球，有星球的地方当然有虚空，这个一定的道理吧。哎，这个就是遍如的意思啊。虚空与星球平等随佛啊。星球与虚空啊，它确实有彼此啊。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能看到平等随如的意思。如果你的心思细腻，你会想到现象是虚妄的，啊，不是真实的。如果是真实，彼此就不能够互相欺辱了。啊，能互相欺辱，当然不是真实的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佛有很妙的比喻。啊，譬如这一个物体，啊，无论大小，啊，譬如我们举着一个物体，这个物体如果是真实的，虚空也是真实的，这个物体定在这里，它就不能动啊。我们要问，这个物体里头有没有虚空？是不是？这个里头没有虚空啊。如果说没有虚空，我们把这个物体移开了，这一边的虚空是不是缺了一块？应当缺一块啊，这个像原来没有虚空啊，这虚空被这物体占住了。这是有体积的，移开之后，这个地方的虚空是不是缺了一块？没有缺啊，无论这个物体积移到哪边呢，虚空并没有缺。由此可知，虚空遍如这个物体啊。我们要细细去思维，否则的话，在这个现象上一定是这个物体移动啊，虚空一定就这个缺一块，这个才是对的，才合理。从这些道理我们能够体会到佛在经里面所说的所有一切的现象啊，不是真实的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梦幻泡影，
这相叫假相啊，性叫真性啊，性是真的，能变现象的这个心性是真的，所变出来这个形象是虚妄的，是假的。啊，真心就像虚空一样，它没有形象，但是它能够含摄一切现象，它能够变如一切现象。啊，这个诸位要细心去思维，很有趣味。虚空比喻佛的智慧，国土也能够比喻三世，三世是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世之处啊，佛之一定在其中，佛之之处，三世不一定有这个现象存在。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们能体会到变如的意思。十方三世都是一切众生的想象里面变现出来的，在佛法里面叫遍计所知性，我们现代的名词，抽象的概念。十方三世从哪来的？抽象概念里面所产生的，完全没有事实啊。所以这个佛智自性里面本具的智慧，无论是舍智或者是全智，都能够平等随入。因此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，不定什么因缘，都有开悟的可能。道理就在此地。这是我们要细心去思维、去观察。这个第二句是讲到语义，经文里面七因普顺十方国土啊，也是这两种比喻啊，比喻语义。如来果地上他一语之中啊，能够居含一切语，所谓是佛以一音而说法，
众生随类过得解，这个都是我们心思言辞达不到，我们无法来表达的。但是现在的科技啊，电脑进步到现在这个时代，听说可以自动的翻译，我们用一种音声在这里讲演，通过电脑啊，可以翻成各种不同的语言。电脑有这种能力，于是我们就相信了，佛有这个能力，应当是可以肯定的。这道理在哪里呢？跟那个电脑原理也有一点相似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，佛是无心的，就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才能以一因里面的具足一切因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这是讲到原理，是我们想象到那个电脑啊，也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它能显示这个能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今天这个能力丧失了啊。实在说是佛是这个果地上所居住的一切智慧的能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啊。读这个经完全是要了解我们自己本有的智慧，本有的能力。佛是显露出来了，我们今天是显不出来。佛能够显露出来了，告诉我那个原理呀，就是他离开妄想分别之处，无分别心啊，自自然然的流露啊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。我们今天的麻烦是什么？本来心性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偏偏起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就麻烦大了。妄想分别执着是越来越浓厚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广，把我们心性里面的智慧德能完全障碍住了，透出来的少分之少分啊。我们在经典里面明白这些事实真相的，懂得这个道理，那么我们要学的怎样学一个无心啊？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举了一个比喻，设置天谷，无心出谷。这是本经摄人品里面讲到如想人，无量寿经上给我们讲三种人，也讲到如想人。
佛在经上呢，跟我们举了一桩事情，好比地舍天主他的夫人，我们中国人称为玉皇大帝，就是忉利天主啊。忉利天主的夫人是阿修罗女，她的名字叫舍智，她的音声美妙啊，能以一生当中啊，她这个一生里面有千百种音的变化，她有这个能力。这个夜莺出去就像什么，像交响乐一样。我们知道交响乐几十种乐器共同演奏啊，出的音声微妙啊，其实这个现在不难懂了、我们用个录音机把它通通录下来一放，你看夜莺不就出几百种音声吗？所以用现代用这个科技来观察了，这事情不是难事情啊。但是原理是一个无分别心。你看那个录音机没有分别。如果它有分别，这个心好听我听它，那个心不好听我不要它，那你就搞不成了。我们凡夫心麻烦大的就是个妄想分别执着，舍掉妄想分别执着，确确实实我们肯定啊有这种能力。一音当中具足一切美妙的音声啊，即使我们能吹我们的音声出来，就像这个录音机的播放一样，许许多多音声从一声里面就流露出来了。这是世尊举出这个忉利天主的夫人，他有这个寓意。菩萨有这个能力，菩萨心清净，妄想分别没有了，永远放下了，舍掉了。妄想虽然没有断尽，妄想是无明，没断尽，也断了几品。那么这在华严经叫化身大士，菩萨摩诃萨，他们呢也其如无分别这个境界，所以自自然然成就善巧水类的语音，所以能够利益了无量无边的众生。菩萨尚且如此，何况诸佛如来？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了，这个音声是从无心而出，这个里面佛说了几句话，我们要特别留意，细心体会而认真的去学习。佛讲
如我我说，这是恒顺众生啊，为了说法方便起见，用这个做手段，做我们彼此沟通，做佛教学一种手段。实际上呢，佛不执着我，也不执着我所。不但不执着，佛不分别有个我，也不分别有个我所。不但不分别，连这个念头都没有起过，这是真的理了。如果还有这个念头，依旧是不觉，我与我所了不可得了。但是佛跟我们大众相处的时候，常常说我，说我所，说的很多。我们反复说我，分别执着，真有一个我，把这个身呢当作我，真的有。反复说我所，也是真真实实的起分别执着。这个房子是我所有的，这个土地是我所有的，这个财物是我所有的，严重的执着。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，这个差别也叫迷悟啊，悟了晓得万法皆空。了不可得，你一了不晓得，以为样样都是实在的，我们读这两句话，如我说我，而不着我，不着我所，我们想到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个无就是不执着，不分别。无是这个意思，无妄想分别执着。我相，我与我所，晓得假象，当体皆空啊，了不可得嘛！我之外是人呐，无我亦无人呐，无人相啊。众生是指一切万法，一切万法都是众缘和合而生，所以叫众生相。佛法里面讲这个众生，意思讲得很深。你要懂得是众缘和合而生，你就晓得这个相啊是虚妄的，相不是真的。无寿者相，寿者是指时间上说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它不是真正的存在呀、刹那生灭。这是事实真相，我们在前面呢
曾经说过几次啊，要多说，我们听得太少了，印象浅薄。不但说是你离开讲堂你就迷了，现在一面在讲一面还在迷啊，没悟啊，这是真的呀。要多说，千言万语啊，反复叮咛啊，希望我们心里头真的有很深刻的印象，在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当中都能够觉悟，那就好了啊。到那个时候啊，可以说你用功啊。得力了，我们今天常常感叹功夫不得力，找不到为什么不得力的原因。这个不得力的原因呢，就是我们的印象不够深刻，文法的印象、读经的印象不够深刻。念头一转又没了。金刚经这个四句纲领非常好啊，跟幕后的四句偈相应，幕后四句偈的后两句，如露亦如电，电是闪电，露是香雪。这一句就是无受者的意思，告诉你，一切万法根本就不存在。你要以为它存在，以为它是真实，你看错了。所以你在这些虚妄的幻境之中，天天打妄想，天天错用了心啊。诸佛菩萨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所以他们的用心跟如相应，如说如事实真相，跟这个相应，也就是与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相应，他怎么不得自在？这个大自在啊，所以他的智慧啊圆满现前，没有障碍嘛。我们连前面的意思来想，佛身像摩尼珠一样啊。无心现身啊，佛的口就像天鼓一样，无心出声啊，都是依无分别智啊，无分别智是般若智慧之体。我们称它做根本智，从这个根本起作用，无所不知。就说来说去，说到最后，关键的所在就是无分别。修行
用功的秘诀就是看破放下这四个字啊。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用的什么功夫？千经万论无量法门，你把它归结到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就是看破放下。看破是明了事实真相，无所有，不可得。放下是什么呢？无分别心，这就放下了。与一切法可以受用，受用的自在啊，那才叫得真实的受用。凡夫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啊，我们常常讲，你受用啊，付出很大的代价，你用得很苦啊。佛菩萨的受用，受用的自在啊，一丝毫的代价都不需要付出啊。你看我们凡夫，六根接触六尘，这我们讲的受用，苦乐忧喜舍的受，你付出的代价多少啊？哪些代价呢？无量无边的妄想啊，无量的分别，无量的执着啊，这就是你付出的代价了。所以你在受用当中说，你受用的多辛苦啊，日子过得好苦啊，工作好辛苦啊。佛菩萨也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他所受用的只有乐没有苦，而且他这个乐不是苦乐之乐，苦乐忧喜舍通通都没有，这叫真乐。那个乐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想象的，所以真善美慧、幸福快乐，只有佛菩萨才有。我们如果学习过佛菩萨的生活，那我们就有了。其实佛菩萨的生活是一个人正常的生活，我们今天把正常的生活丧失掉，过一种不正常的生活，错了啊。为什么我们会把正常变成不正常呢？就是本来是没有分别的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《坛经》里面讲得好啊，本来无一物啊。这是说什么？我们真如自性里面本来无有。就是本来没有分别，有分别就有了有了。所以有同学问我，无明从哪里来的？无明怎么升起的？本来没有无明，为什么会升起无明？这个问题，如果我们要和《坛经》里面话来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为什么升起一物？
不是一桩事情弄的。这个问题是大问题，在佛法里面叫做大问，问到根本了。佛有没有解答呢？有啊。这个问题，世尊当年在世，富罗那尊者曾经请教释迦牟尼佛，佛跟他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在《楞严经》里面，《楞严经》第四卷，富罗那尊者向释迦牟尼佛请教，真如本性本来没有无明，为什么会起无明？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这个无始无明呢，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？即是有的。第三个问题，起了无明之后，我们要经无量劫的修行，成了佛了，把无明断掉了。断掉之后啊，什么时候再起无明？富罗那比我们问的好啊，他问三个问题，你才问一个问题。比不上富罗那尊者啊！释迦牟尼佛这三个问题啊，在《楞严经》上都有详细的解答。那么许许多多人读楞严，读了之后还是不懂，还是没搞清楚。佛真的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了。听了读了依然不清楚，依然不明白，不能怪佛，要怪自己。佛给我们说，知见立知是无明本，这就解答出来了。什么叫知见？知见是你自信里面的本能。楞严经大家都知道，开智慧的楞严呢，成佛的法华。大乘经里面这两部经知名度很高啊！楞严确实是开智慧啊！十卷经文，自始至终，字字都流露出真实的智慧。在《涉凡贤见》里面，佛举这个例子好。我们眼睛睁开，外面的境界你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这就叫知见。知是你心里头明了，见是你见得清清楚楚。可是你现在的心呢，没有生妄想，没有生分别，没有生执着，这叫知见。这个就是佛知佛见了。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啊。
啊，为什么无碍？你的心清净吗？丝毫妨碍都没有吧？确确实实是四无碍境界就摆在眼前了。可是麻烦在哪里呢？你第二个念头啊，就立了之见了。啊，立是什么？见立。啊，这个是花，这个是叶，完了，这就叫立知，这就是无明的根本。啊，你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生起来了。佛菩萨之所以高明，佛菩萨给你说这些，他自己决定没有分别执着。啊，给你说这个叫叶，那个叫花。佛确确实实没有分别这个是花，没有执着这个是花，没有执着那个是叶，分别那个是叶，没有，从来就没有起心动念过啊。没有起心动念，那个音声自然流露出来啊，它的音声是从无心里头流出来的啊，我们凡夫的说话音声从有心呢、啊、有心有意里头流出来的啊，从无明烦恼里流出来的啊，它从真心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。同样是音声呢、啊，根源不相同啊。所以佛自己住在无障碍的法界，无障碍的法界是一真法界。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我们落在十法界里头。啊，如何我们在现前这一生当中超凡入圣？啊，超凡入圣呢，不是很玄很妙啊。实在说，就是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的生活转变成无分别的生活啊，就超凡入圣。凡夫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嘛，佛菩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嘛。凡夫着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着相嘛。佛菩萨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佛菩萨这个世间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也穿衣，也吃饭，也工作，啊，天天混在一起嘛。他过一真法界的生活，我们过十法界生活。我们先要把这个理搞清楚，事实真相搞清楚，然后我们自己来做一个转变。这个转变佛菩萨不能帮忙，帮不上忙啊。所谓戒灵还需系灵人啊，于一切法当中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是我们自己生起来的，不是别人给我们。我们自己生起来，还要自己把这个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打掉。然后啊，你过的这个生活就跟诸佛法身大师无二
无别了。然后这个应身呢，真的是普遍的，佛说法的应身，遍虚空法界。这个大乘经上我们常常读到的，遍虚空法界，包不包括我们这个地方？当然包括。我们现在为什么听不到呢？我们这个收音机有故障，不灵啊。这个收音机故障要消除了，听得见呢。释迦牟尼佛无论在哪里说法，我们听得见。不但超越空间，超越时间。世尊，3000年前菩提树下示现成道，27日中讲华严经这个法会呀，我们可以参与啊，还在呀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，时空都可以突破。突破空间，佛在任何地方讲经说法，我们可以参与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说法，我们可以参加他的会呀。空间突破了。世尊3000年前讲这部经，我们在3000年之后，我们要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也可以参加他的法会，时间突破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所有的障碍都是一个分别心造出来的。你说这个麻烦不麻烦？这个妄想分别执着，害得我们非常非常之惨啊！许多同修身体不好。也被这个害的呀！天天想到自己身体不好，他身体能好吗？不能好啊！把华佗找来也医不好他了。华佗的本事只能医身病呢，不能医心病啊！你那个心天天在念，念什么呢？念我这个身体不好。那身体当然就不好了。天天念这个地方有毛病，那个地方也有毛病，那真的毛病都是起来了。这佛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吗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为什么不念佛呢？你为什么不念观音菩萨呢？你要念观音菩萨，你就变成观音菩萨了。观音菩萨不生病啊，观音菩萨不老啊。应当念佛念菩萨了。不要胡思乱想啊，胡思乱想麻烦可就大了。须知心变法界，身变法界，语言音声也变法界。不但变法界，而且这个声音声呢，永远不间断，平等随弱的意思啊！如来的音声好啊，正音。清净音
慈悲因啊，决定没有邪取啊。随着佛的引身，我们升起信心，升起智慧，这个智慧就是解，能信能解，法喜充满，这就是随如的意思。所以虚空这个比喻，普遍的比喻三业，意业、身业、语业。所以说得成正觉，成正觉的时候，自自然然你就获得无量的清净三业。那么这是十种身里头介绍的菩提身。十种身以菩提身为根本。再看底下一段经文，第八页最后一行：身痕遍作一切道场，菩萨众众微光合一，如日轮出照明世界。这一小段经文是讲的威势身，威是威德，势是势力，我们一般讲能力，超越一切形身。这个意思是说，诸佛菩萨他能够随九法界的有情众生，众生喜欢什么样的身份，他就能示现什么样的身份。就像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随类化身，随机设法了，种种差别无不周遍，也是周遍法界。身痕，痕是恒常啊，遍普遍做一切道场。一切道场，清凉大师也讲十种，十种身就有十种道场。第一种智身，智是智慧，变作法性道场，此地这个智，自性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，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那做哪个道场？当然是以
自信嘛，是他的道场嘛。第二是法身，法是万法，一切法了，在佛的教学里面，佛用这个代名词，如果跟你讲这宇宙之间一切的理、一切事、一切现象、一切因缘果报，这里面我们现在这个分类，有动物、有植物、有矿物，这三个之外还包括一些自然现象，太多太多了，说不清楚啊。所以佛把这些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用一个代名词叫法。法的意思就太广大了，太深太广了，这一个代名词。所以说佛法无边呢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法无边？佛这个字什么意思？佛是觉。你对于一切法的智觉，当然也没边际。法身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一切诸法就是自己的身呐。所以说，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，这是真的，这绝对不是假的。过去禅宗里面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之后啊，他说出一句话了：“尽虚空变法界是沙门一只眼。”这个意思显示什么呢？显示他真的发生了。他不是以为自己这个身是身，尽虚空变法界都是自己，这叫真的发生了。真的发生，给诸位说，发生哪里有生命？这个身有生灭的，那一切众生身没有生灭。法身常住啊，不生不灭。以法为身，法确确实实是身。怎么是身？所有一切法，连这个虚空都包括在其中啊。都是自己心性变现之物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这是法身的。那法身做什么道场呢？法身是非作而作，无所无作，这是法身道场啊。第三，法门身，四弘誓愿里面第三句告诉我们：法门无量誓愿学。法门是我们的身啊，那个法门做什么道场呢？按做万恨道场，没有一行不是道场。
佛在经上有一次告诉光严童子，叫他去亲近维摩居士。维摩居士生病了，维摩居士为什么会生病？他跟我们一般人生病不一样啊，我们生病是打妄想生的，他生病是智慧生的，不一样。智慧生的什么呢？叫世心眼的。因为不生病啊，这平常没有人来看他，这一生病了就好多人来看他。来看他什么？看他，他就机会教育，教人开悟啊！所以他那个生病啊，是智慧生的。我们生病是从烦恼生的，从妄想生的啊，那个病很苦，没救啊！他生病了，智慧生的，是些。释迦牟尼佛听说了，佛当然晓得，他要开道场了，要讲经说法了，所以就叫他的这些弟子们到那里去问候维摩居士，实际上就到那里去亲近维摩长者，听维摩居士讲经说法。光严童子就向释迦牟尼佛报告，他说：“师尊，我不敢去啊。”为什么不敢去呢？他说：“过去曾经有一次，我在城外，他是出城。”离开这个毗耶利大城，那么正好在路上遇到维摩居士，维摩居士进城，他出城，在路上碰到了，光严童子遇到维摩居士，向维摩居士致敬，问他，老居士啊，你从哪里来啊？维摩居士告诉他，我从道场来。光严童子就问他了，你道场在哪里啊？打听打听啊，道场在哪里？他从道场来。老居士就告诉他，直行是道场，没有虚假了。所以我们看诸佛菩萨那种真诚慈悲，跟这经上讲的遍一切处，我们今天问你从哪里来呀？我们从净宗学会来。净宗学会在哪里？在雅隆啊，不都是这个大富？这凡夫啊，凡夫就是凡夫，那菩萨就是菩萨，不一样啊。他们这一问一答，我们在旁边听了得好处了，我们明白了，世尊当年出现在世间
是以出家之身份示现成佛。诸位一定要晓得，同时还有一位以在家身份示现成佛的维摩居士，同时示现的两尊佛啊。佛法是平等法了啊，告诉你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就在你本行里面就成佛了，不需要说我学佛大概要换一个身份，错了，着相了。什么样的身份，什么样的工作，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都成菩萨，都成佛。你看看，执行是道场，只要我们心地真诚，决定没有虚伪，决定没有虚假，以至诚心处世待人接物，你就是做道场嘛。维摩居士又说，法行是道场，法行修行啊，这个意思很广啊。发心修行，就是你要发心，把你一切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能把事情办好吗？你在办事情时，把事情办错，办得不够完美，你去想我怎样办好，把办不好的原因改正过来，那不就行了吗？办哪些事情是修行？点点滴滴日常生活当中通通都是啊。今天煮饭不小心饭烧焦了，那就是过失啊。我们能把这个过失改好改正过来啊，饭煮熟了，煮得非常好，大家吃了都很欢喜，这就是修行的啊。什么叫修行啊？念念当中啊，供养大家嘛，我事情做好了，让大家都得到受用，让大家都生欢喜心，这就对了。所以我们这次大会的总讲题用了八个字：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一切时一切处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啊，都要做最好的样子啊，最好的模范啊，这就是修行啊，就是维摩居士讲的发行是道场。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很好，令一切众生都满意，都欢喜。又说身心是道场，身心菩提心里面的一分，知心身心都是菩提心。身心是好善好德，诸位要知道，
好善好德，不着好善好德之相，那才是菩提心。如果好善好德着了好善好德的相，只能算是个善心好心人，不是菩提心。为什么呢？不能觉悟嘛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他所修的善行，善行善行，感得三善道的福报，他修福啊，不能够成为菩萨啊。所以好善好德，不着好善好德的相，与好善好德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是圣贤。这样能够增长功德，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又说菩提心是道场，能离一切过失。菩提心是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啊。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说的是至诚心，身心回向法愿心，人能够长存这个心，不但六道里面的过失你没有了，连四圣法界的过失也不会有。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是十法界之内的过失都可以避免，菩提心的功德不可思议。维摩居士说了这几条之后，接着又说布施是道场，以清净心布施，不求果报啊！如果我们凡夫布施，凡夫为什么布施呢？希求果报。佛在经上讲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佛有没有说错？没错。佛给你说的是真话了。你修财布施，你得财富。你得多大的财富？如果你有希求果报，你所得的呢很有限，得的不大了。如果你没有求报的这个意念，那这个果报呢是尽虚空变法界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所修啊决定跟你的心相应，你的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个心量是等虚空法界的，所以一丝毫的善，果报都是变虚空法界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
如果你有希求，那就是如你所求的那么多，再就没有了。你在佛门修布施，如理如法的布施，求升官求发财，好让你升官，官做到总统，再没得做，到头了。你总不可能想到我做新加坡的总统，也做马来西亚总统，做全世界，你还没想到这个事，你只想到一个国家呀，你的福报就那么大吗？你想发财，你的财富啊，有几十亿、几百亿，大概也就到此到头为止了，不能再发了。再发怎么？你寿命到了，没有了。到最后啊，你的这个地位、财富还是一场空。所以要晓得。无分别心呢，那个果报不可思议。你这种布施，生生世世，无论你在哪一道，无论你在哪一个佛国度，你的受用都不缺乏了。衣食住行，我们今天讲，物质生活永远不会缺乏。才是，所以你才晓得那个无分别心的这个大，为什么没有界限？我们应当要学。你今天在我们这个讲堂这两个小时。能把这个学会了，你这一生生生世世永远受用不尽。我们这两个小时没有白过。中国的文字是一个高度智慧的符号。我们过去这些列祖列宗真的是世间一等聪明人啊。你看这个妄想。你看想是你心里头在想一个东西在想啊。所以心上有个相那就是想。那个想是妄想。为什么呢？心上本来没有相，本来无一物嘛，怎么会心里头跑一个相出来了？那个相当然就妄相嘛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嘛。你看你执着是吧？那个心上呢，画了许多界限。思是心上画成格子了。心本来很大。心包太虚，偏偏把它画成很多小圈圈，越画越小，把这个心量变得那么小，执着啊，分别就有相啊，执着就起了界限啊。你所修的一切福德福报啊，无论是财事、法事、无畏事。你的福报啊，总不能够超过你自己画的界限。你要是有用分别心去修福，你得的这个果报不能超过你的界限。也就是不能超过你的心量啊。你得的是这么大了。如果你要把心上那个相
那个个子拿掉，不要了，哦，你这个心就大了，原本的心就显露了，果报就不可思议了。所以修布施、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报布施，不求果报。布施完了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果报不可思议啊！布施的小得福大，得无边的福报。布施的时间短，享福的时间长。为什么呢？超越时空了。我布施只做了一天两天呢，享福是无量劫。你看看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迦叶尊者修头陀恨的，佛讲的在过去生中，他曾经用一钵饭供养一位辟支佛。那么他这个布施的东西一钵饭了，时间就一次了，他无分别心，没有分别之处，也没有想到什么果报。佛说出来，他这个布施的功德得91劫。不受贫穷的果报，时间这么长啊！我们今天凡夫修布施，总要问果报，总要问利益，有什么好处？你想想看，那个心量多小，那个心量多窄，得福非常有限。深深还以为自己是学佛，其实哪里是学佛了，他学的是个糊涂佛了，那是个迷惑颠倒的佛了，没觉悟啊。所以觉悟之人在佛门里面修业毫之福，毫发之福，果报都是说之不尽的，这个我们要晓得。持戒是道场，得愿具故啊！这个愿满足你自己的愿望啊！持戒就是守法啊，事事都能够守规矩，都能够守法度，哪有不埋怨的道理呢？所有的行愿通通都去做啊，世间出世间如理如法的去做，忍辱是道场，能顺一切众生心呐。无论在世法或者是佛法，你去做。就没有障碍，别人去做有障碍，你去做就没有障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修忍辱波罗蜜，
你的心呢，安住在忍辱上，安住在忍辱上，忍辱就是道场。你能够忍受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怎么会障碍你？这一切众生不仅仅是讲有情众生啊，无情众生也包括在这里啊。就人讲三种人呐，啊，人为的灾害，人家的这个灾害，给我们的灾害，我们要能忍。啊，譬如毁谤、啊、障碍、为难、啊、甚至于无故的陷害，没有一样不能忍。啊，第二种是自然的灾害。譬如寒暑，这个不是别人给我们的灾难，这些自然的灾变呢也能忍。第三个是休学，休学要有耐心呐。要常常亲近善知识，读诵大乘，求解经义，明白之后要依教奉行，克服自己烦恼习气，才能成就啊。没有耐心怎么能成功呢？所以安住在忍辱道场当中啊，样样都顺利啊。人为的障碍没有，自然的灾难也没有，风调雨顺啊。物质上的障碍也没有，一切都能够随心所欲，你说这个多自在。我们人人都享有这个福报，不知道这个福报是怎么修的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知道了，要安住忍辱道场。哦，这个意思好啊！精进是道场，精进就不会退步啊，不会懈怠啊。禅定是道场，禅定是心里头能做得了主宰。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啊！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，无比的殊胜呢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！如果你在外面遇到有个人，说还有一个道场啊，还有一个法门呢、啊，即身就成佛啊！你们修净土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成佛。那个地方啊，立刻就成佛啊！你听了之后动不动心？你如果没有定功，
好，就跟他走了，那你就上了大当了。末法时期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。正法道场，如来道场也有魔王波旬在那里破坏，在那里造谣生事啊。把这些善心，他看到这善心人这一生能够成就的，他看到嫉妒，他看到很不舒服，要想尽方法把他拉回来，不让他脱离六道轮回，永远在魔掌控制之下。哪一类人跟他走了呢？没有定功的人啊。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太大太大了。我们在过去生中遇到这些人遇得多啊，都被跟人家走了，上了大当啊。要不然我们早就成佛了，怎么会坐在此地？那这一生当中又要听到这些造谣生事的，再要变了心了，好了，不知道哪一辈子以后啊，还到这来再参加一回。心里头有主宰，这一生当中决定得成，禅定是道场啊。这讲的六度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明天再见。